我进来了，在哪儿啊？哦，看到了，好，我找一下吧。嗯，拜拜。这叶寒跑哪儿去了？整天都没见到人。你是在说我吗？你吓死我了！你说那个该死的叶寒应该是在说我吧？你能不能注意点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还没问你呢，偷偷摸摸在这儿干嘛？你能不能先把衣服系好？我真穿衣服了，你看看。你还没跟我解释呢，为什么在背后偷偷说我坏话？谁说你坏话了？你听错了吧？我夸你呢，夸你可爱。我走的从来都不是可爱的路线。他们还等我呢。你真的只喝咖啡啊？你说很想吃的这家店，我真没想到是个路边摊哎。这可不是一般的路边摊，这摊车很有名的，没有固定时间出摊，一天只卖50份，卖完就没有了。我们算是幸运的，居然来了就能吃上。不至于吧，不就是个炒方便面吗？你别小看这碗面，往往最简单的食材做得好太难。你看这面，大火爆炒，浓油赤酱，筋道有力，软硬适中，还带着刚出锅的镬气，简直是绝了。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文采这么好？果然是个吃货，说起吃的你词汇量都变丰富了。不信你尝一口，真的很好吃的。嗯，还不错。来，你吃慢点，没人跟你抢。嗯，都吃嘴上。来。拿去啊，还等我给你擦？你有没有感觉站在这儿，时间都变得慢了？你听过一句话吗？如果一个人观察天空、落叶、流水还有烟花，并且能在这些细微的事情中感受到浪漫，那生活就不能把它怎么样了。那我们已经看过了天空、落叶、流水，生活肯定不能把我们怎么样。你这么强壮，生活本来就不能把你怎么样。好好说话。我说真的，我真的希望生活不能把你怎么样。即使你七老八十了，也是一个强壮的老太太。等我老了，我去回老家，采采茶，晒晒太阳，和我老爸坐在家门口，看着夕阳，等我的孙子孙女放学回家吃饭。好啊。你好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那万一你的孙子也是我孙子？
们烟花也看到了。写吧。还不写啊？我要写的话，当然也要一个东西靠着了。靠吧。犹豫什么呢？不写啊？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我的犹豫刚结束了。